Hello， 大家好啊 ，Michael 啊，李嘉閣地產調景嶺站分行嘅，今日帶大家嚟到調景嶺站都會站一座一個平台單位 F 室，咁呢個單位係三房，咁我哋而家就睇呢個單位先。咁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俾電話我 Michael 啊。好嚟到呢個單位啦，咁啊呢個單位露台咧方向係向住北嘅。咁啊，前面嚟讲咧，都会望住呢个香港之尊设计学院啦。咁啊，都系一个开阳景嚟嘅。咁客厅对出呢个露台嚟讲咧，就有一个平台喺出边啦。如果中意有户外活动空间嘅话咧，呢个单位咧，你都可以选择一下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咁啊，厨房嚟讲咧。是已經做好曬清潔啊，個保養咧都係相當唔錯。咁我哋單位嗰度咧，一入到單位咧，左手邊咧就會係個洗手間啦。咁亦都係一個原裝設計洗手間。好，入到單位右手面咧，亦都會有一個係儲物室。咁呢個單位咧，業主賣出之前咧，亦都已經做好咗個清潔啦，亦都係將個單位咧，再一次咧去油過一次油嘅。咁啊，入到嚟個單位咧都好新潔嘅。好，咁兩個細房間都係同客廳一樣啦，望住向北嘅學校景觀嘅。好，入到主人房咧，咁啊右手面咧會係有個套廁啦，亦都係一個原裝設計啦。咁主人房呢邊咧就會向東嘅，咁啊亦都會望翻住將軍澳南嗰邊啊，花灣橋景嗰邊。咁景色嚟講咧都係開陽。咁啊，當個花灣橋落成之後咧，夜晚會有個橋景喺呢邊咧，咁啊亦都相當之唔錯嘅。咁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俾電話我 Michael 啊。